上海封控全员核酸，那么核酸结果也是陆陆续续出炉，单日再新增17077例，已经创下新高。另外，像北京、辽宁、江苏也是开始爆发大规模疫情，都是跟南韩进口的服饰相关。而官方也是祭出了防疫的新招哦，所有从海外来的非冷链包裹，必须要存放7天才可以派送。防疫人员全副武装，对衣服一一消毒。北京专卖韩货的服饰店酿酒人染疫，官方紧张，怕疫情失守，要求非冷链货品进口先存放7天。辽宁、江苏也报疫情，均与南韩进口服饰有关。许多南韩来的包裹被存放在仓库，消毒机对着纸箱狂喷，就怕一个不小心，韩服成了传毒媒介。尤其上海疫情单日再增1.7万多例，创新高，敢建方舱医院增4万床位，就怕隔离点不够，秩序大乱。你推我挤，上海浦东南汇隔离点紧急将废弃学校空出来隔离患者，因太临时，第一时间隔离点没水没物资，遭隔离人员饿了许久，看到物资送来，宛如暴动般哄抢，持续封控，乱象频生。浦东遭封控商店偷偷开门营业，居民看到店开了，居然溜出来排队群聚抢买。上海持续封控禁足，放与不放，对于社区管理者更纠结。一名医务人员因医院人手不够被急招，但他居住的社区遭封控，需社区给出通行证才能外出，他打电话给社区管理者，反倒对方先哽咽崩溃。我希望你回去拍照，知道吗？好的，知道，因为我的意思很确了，但是我不敢说什么，我也输在崩溃的边缘。社区管理者在电话另一端不断啜泣，两难之下给了通行证放行。这一波欧盟狂变一株，大陆专家指出，对于高龄疫苗接种比例低人群，威胁人大，不容轻忽。记者谢延佩于北京报道。